彰化市公所因应彰化建馆三百年，即个规划彰化三百古城新生系列活动，第一场重头戏将伫咧明年的二月八号元宵节登场。到时阵哦，讲要来号召万人做伙夜歌啊、订菜粿，买来举办创意环保歌啊、订菜粿加服装造型竞赛，相关的奖金共有50,000元。小朋友看到歌仔灯，每年元宵节因也要来参加由彰化市公所举办的万人提灯采街活动。你要去采街吗？对。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，庆祝彰化县建馆三百年系列活动特别登场，彰化市公所举办的头一场活动，就是要伫元宵节来举办万人提灯采街。是对咱整个彰化非常重要吼，咱用这个万人的提灯笼来闹元宵，来促进咱中华古迹文化的观光吼。除了万人提灯营造欢乐气氛以外，按现在起，公所也受理创意环保高压灯彩街以及服装造型竞赛报名。咱阁有比赛哦，啊比赛，咱社区会当比赛，家庭会当比赛，咱游客来买当比赛。啊，那游客伊为着要摕咱的奖金。来买古仔灯，做古仔灯，啊来看咱的古迹，吼，啊来食咱的小食。市公所提醒，团体报名参加创意环保古仔灯彩街甲服装造型竞赛，会有车马费的补助，比赛相关的奖金有50,000元。彰化闹元宵。彰化新闻张世良，彰化采访报道。